尊敬的老法师，我们非常感恩您老能给我们慈悲开示。下面呢是我们和谐拯救危机第三集的最后一个主题：大同世界在人间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要从这儿开始问起。这个标题叫“大同世界在人间”。那么，很多人说这是个理想，在中国历史上实现过。1000多年前，唐朝贞观之治。我们看史书，贞观年间，全国犯死罪的只有25个人，全世界找不到。真正的和谐世界，和谐天下。但是您老的教导，我们也听到了，大同世界、小康世界大同社会、小康社会。那么唐朝这还算是个小康社会啊？哎，就这么好了，还是仅仅是个小康而已。大同跟它有什么区别吗？有区别。这个李运《大同篇》开头讲大同之治，接着讲小康。它不是理想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孔子这样的，这三王尧、舜、禹，这3个圣王，他们那个时候治天下是大同之治。大同李运篇所说的就是他们的社会状况。这些人可以说是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，念念都是为国家人民福祉在着想，没有想到自己。我们通过这些典章制度，还有他们说过的话，对，就会发现您老讲的是真的，真的是不为自己。我们借着您老的这个教导，给大众念几句《大同李运篇》所讲的、所描绘的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天下是大家的天下，不是一个人的。对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是只爱我自己家里人不独子其子，不是只爱自己的子孙后代。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鳏寡孤独都有人照顾。最后他讲：“外户而不闭，是为大同。”贼道没有。孔老夫子2000多年前讲1、2000年前大同世界。这个是在孔老夫子之前2500年。我们读古书发现的，今天很多人崇拜孔老夫子、孟老夫子，他们对于这些远古的圣人，其实他们是学生啊。对，四书五经是这些古圣先王的学生的作品。对，这问题，全世界很多观众、官员看到这儿就要提问了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选贤与能，找好人。对。选贤是选国家接班人，选能是选文武百官、政府机构。就是政府一般的官员、从政员要有能有能力统领大众。这个领导人要是圣贤，标准定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13代都是传贤，不是传子孙。那么从禹是在讲呢，他那个儿子是真好，尧舜禹，禹的儿子。禹的儿子齐像王启，对，那是真是一个贤能人。哦，是个好人，是好人啊！所以他做了皇帝之后，就变成家天下了，他就传儿子了。啊，在儿子当中去选这个接班人，啊，就从以前以前也不是公开的，啊，就是尧选舜。听说舜是个孝子。 啊，一般人对他都赞叹，都服他，啊，都听他的，把他征召来，啊，见面，让他任这个政府官员里头担任一个职位，啊，给他磨练，观察他，啊，对，观察他，啊，慢慢从这个就是像这个基层干部啊，慢慢往上提升，啊，大概也有10几20年。 还把2个女儿嫁给他，观察他的私生活。对对、啊，用您老的话讲，9个儿子给他做朋友，就是从内到外通通观察。哎，啊，观察20多年，真正没有自己，真正是念念都是为人民福祉、为天下苍生的疾苦来着想，王维让给他。 这个宣贤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民负责任呐、估计在人类历史上有经典可查的，对这种政治文明、政治制度里边，对这种领导人里边，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人，这种选举的方法，对。 我们做观众看到啊，这个西方选举，他一下出来100多人都不认识他，对，那投谁呢？对，听他说什么？对，结果一上台他是假的。对，是所有选举人上台是一套，他就职之后干的又是一套，他不是真的，他不负责任的。所以像中国这些帝王，啊，那真负责任。 啊，所以这是大同之治。王启之后，夏商周3代，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朝廷的夏开始，啊，夏商周这3代叫小康。尧舜禹那个之前，那是用道啊，道德啊，道还在上面。 他们是得知了，纯粹的自然啊，对，得了啊。夏商周这3代用人，道德哎、啊、用人，春秋战国是用义啊。这个在下面的时候，这秦始皇统一了啊，统一了全国了，这是汉取而代之了，用礼，道德仁义礼。 礼要好好的维持，不能崩溃。从汉到现在的清朝，对，2000多年，对，这个礼没有动啊，没动。原因是它是底线了，底线，不能再往下走了。再降，就是社会就动乱了，没有节度了，国家就可能就会灭亡。那也就是说，这2000多年来，这个政治制度啊，对，它已经是在这个底线上，底线上卡死了，不错。 再把他推翻打倒了，不错。那真的是人不像人了。我们近代听到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先祖，说吃人的礼教，啊，吃人的礼教能够吃了2000年也不容易啊。你还能找到一个东西能吃2000年的吗？3次在人类历史上盛世啊。 对，世界10家公认，对，辉煌，对，灿烂的文明，这2000多年，对，延续下来，对，礼是一个生活规律，礼要是没了，人的生活就乱了。所以，将来在历史学家写现在这个100年历史是乱世，整个这个世界乱世动荡，它没有规律啊！你看中国历代改朝换代，那是动乱了、战争了、夺取政权了。可政权一建立之后，5年治理左右就上轨道了，马上恢复，马上就恢复，就上轨道了。只有民国成立了，没有了。大概只有军队里头有理，军理，军理，其他都没有了。军理它还有阶级，你还能分别出来了。您知道这么多年来啊，很多国家要消灭阶级啊，最后我们发现呢，这个阶级还是存在，各阶层就是阶级，不错。那么请问您老啊，阶级为什么消灭不了？阶级消灭掉，上下就没有了。整个社会听谁的？那叫民主，个个都是主。就是现在这个孙子就是爷爷。对，是的。爷爷这样没有了，爷爷成孙子了，对，是啊，平等了。对呀。到这个时候，可以说是你已经是180度违背了自然规律，那结果是说这世界毁灭了，就世界末日。您知道啊，现在在全国啊，不要说亚洲，全世界呀，通行的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价值观，平等，说孩子骂父母、打父母，爷爷干嘛吃这么好的，下次该我吃这么好的，跟《弟子规》里所讲的人道，对，完全是违背的。对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不错。那长幼有序，对，所讲的这个序，对，放大到社会上啊，就是各个阶层，没错。没错，这个阶层不能给他都消灭打倒，不可以。在过去，你看看清朝的这个典章文武，士农工商穿的衣服不一样，是让你好识别上下尊卑，怎么样去行礼他社会秩序维持秩序。如果都没有了，就是2012来了，那整个毁灭，重新再来。那您老所讲这个古人的这个几千年的呀，对这个阶级维持他们之间的这种阶级、这种关系、这种秩序、礼节，全世界都需要，都需要。你不能不需要。你比如军队里头，你是个统帅，这个小兵。能平等吗？你的军队能打仗吗？城市也是，对，一个家庭一样道理啊。都说了算就是，对，就是没什么事啊。我们看欧洲、看西方、看中国，古代通通都是讲究啊，这些等级。对。那有人就讲说，这些等级它是压迫人的啊。好，你不要压迫人，就同归于尽。其实它不是压迫人的啊。实际上是，你说他压迫人，你压迫人是真的，他压迫人是假的。他有爱心，你没有爱心。所以古人我们看到啊，几千年来官员出来的时候啊，对，边上两个牌子，对，肃静，对，回避，对。皇帝出来了之后，跪在边上，对。其实不是皇帝或者官员压迫他们，对，是让他们对做官的呀。对这个统帅保持恭敬心。对，没错。如果大家都平等，都造反了，对，这个社会就乱了。就乱了。他们家满意了，他们家如愿了，整个大众受害了。他们家也不如意，整个坏掉，他也其中一份子，他也活不了。我们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想了100多年没想明白。是不是因为这个欲望就像这个灯泡一样，把人都呼死了？没错，没错，一点光都不透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欲望里头还是有阶级，能没有阶级吗？还是有阶级。我们现在看到啊，这个阶级是永远不能够毁灭的。一棵大树，你说从树根到树梢，它有没有阶级？自然，就是讲啊。树根总不能朝天呢，树梢总不能入地。各安其位，没错，各忙各的。对对对，互助合作，那按这才能兴旺。按照佛法来讲啊，对，也符合自然规律。对，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族群的每一个人群呢，对，他前世做的善恶不同，没错，不同。哎，所以他果报不一样。有的人这是要饭，对；有的人这是享福，对。原因不同，不同。他过去造作的不一样，因不一样。不是谁压迫谁啊！不是。阶级是自己造成的，没错。啊，我们这个政治文明，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里的政治文明啊，对，是让这些阶级啊不乱，对，安守自己的本分。没错。一个人也不平等呐、啊。那头脑跟脚不平等了，对，你怎么叫它平等？你怎么能画出它的阶级？啊，那里面是五脏六腑，各有各的功能，它要互相合作，你人身体健康，你通通把都不要，我只要一个，行吗？谁也不能看不起谁，啊，这就是说平等的，哎。在这社会上，各行各业是真平等。哎，哪一行都不能少，少了我们生活上就有缺陷。所谓的那种不平等或者压迫，是他看错了、想错了，没受这个教育。对，那是在扰乱社会，在胡思乱想，破坏社会。哦，所谓的这种西方的平等，实际上是真正的不平等，对，不平等，制造不平等，对，他在制造纠纷，制造动乱，啊，就制造祸害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很多的家庭，还有一些这个地区也是这样，挣钱第一，啊，盖大楼第一，发展第一，好，错了，哎，那怎么样呢？就像五脏一样，对，不错，哎。我心脏里其他的全都为心脏服务，不错，肠子也改造血了，不错，胃也造血去了，是吧？哎，五脏六腑通通造血，那这人就死了。对，不错。那么打个比方，如果说以这个为主的话，那其他都是次要的话。对。如果这个家庭或者这个社会，那么以赚钱第一，当做人、伦理道德。啊，家庭和睦、夫妇和谐，跟赚钱发生矛盾的时候，那些人都可以不要做了。对，你看姚王，这是头一个啊，政府建立官员来推动教育的啊，上书里头记载的，齐令齐做司徒，司徒就是管教育。啊，徒就是学生嘛。啊，这个理念、行为，一直到满清没有改，历朝改朝换代，有新有革，唯有这一条没有改，就是教育始终在行政里头摆在第一位。就好像它是人的五脏，对它。正确的位置，正常的位置就是这样，你不能给颠倒了，不能颠倒，把这个心脏放下边，肠子放上边去了。不错。您老知道，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找出路啊，很多国家政要，很多各地的官员都在提出来各种各样改革的方法。对，您老是什么态度？如果能够把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摆在第一位啊。问题全解决了。好，按照这个方法来，头一个问题，我们讲，大同世界在人间，这个世界，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从这个社会教化过来的。没错。那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各个国家，贪官污吏，对，甚至恐怖分子，对，恶人坏人这么多，您老一直在讲，要用恕，儒家的恕，原谅的方法。不错。大家对那些人恨之入骨啊！不行，你要是恨他，就造成对立、在冲突、动乱、战争，同归于尽。他们拿走了我们人民的钱，贪官或者是恐怖分子伤害我们，对，现在还要原谅他，这不是火上浇油，不是火上浇油，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决定不能对立。你以饶恕的心对他，他如果有良心，他有愧疚；他没有良心的话，慢慢的他学，慢慢听，慢慢看，他良心会露出来。啊，所以一切的评下来，无论你贪多少，不再追究了，就是你的，啊，不再追究了。大家一起来学传统文化，来学伦理，来学道德，来学因果。啊，那么你将来良心发现了，觉得是有错误，你把钱拿出来捐去做好事，大家赞叹你；你不愿意做没关系，那不要求你做。因果会报应呐，人能饶恕他，果报不会饶恕啊。那是他自作，那是他自己的呀。人们看得到。那不错呀，啊，所以你要把这个自信里面这个东西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个重要啊。我们看到有的地区啊，确实设立了账号，有的国家也是这么做，设立了账号，哎，偷税的，偷税。贪污的怎么样呢？良心发现了，对，学了传统文化，明白人道了，明白因果定律了，悄悄的把这个钱都汇回去了，啊，都退回去了，啊，做善事，啊，是不是很好的方法？好事情，哎，他不会回去自己做好事啊，那就更好啊，啊，也很好，好啊，再贡献给人民，对，是还给人民，对，是啊。哎，你比如这个社会上，现在严重的是养老人可怜了。对，啊，你办养老院，啊，育幼，对，啊，照顾残疾，啊，照顾病苦，这都是真实功德了，好事情啊。如果有这样一个地区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比如马来西亚也好，亚洲也好。欧洲也好，有这么一个示范区，来做这么一个大同世界的样板。对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最大的好处，这个地方是福地，是地球上头一个福地，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有福报了。先是自己受益了，对，不错。那谁先做，谁能做，谁受益？对，而且这个国家。一定是全世界人所尊崇的、所敬仰的、所向往的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，对，比如说马来西亚，比如吉隆坡，哎，这么一个地方在做，对，全世界人都会来马来西亚买这个地方，会。为什么？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、史书上记载的商汤他自己这个中国在那个时候，在周朝以前没统一啊，没统一回来是部落民族啊，啊，史书上告诉我，周朝有800诸侯，就是800多个国家了，小国哎，侯国啊，大家都是这样的，周也不大了，是啊，周。天子所统治的这个范围，也不过是100里而已啊。那是100里是大国了，啊，100里大概只我的估计大概只有现在是50-60公里，就这么大个范围啊，啊，他知道好，他这个国家是大同世界，啊，所有其他的这些小国邻近小国都服他。尊他为王，尊他为天子，所以他那个天子王不能统治别人的，每个都是独立的，啊，他来向你请教，有问题向你请教，啊，你这一个地区，大家尊称为京师，啊，京是一个美好的赞美的意思，美好的一个城市，啊，一个都市，师是我们的典范。我们都应该要向你学习，就是道义上的老师。没错，不是去统治他们。啊，不是。那说到今天呢？嗯，比如说这样一个特区，嗯，在马来西亚也好，哪个地方也好，对，那其他国家的人们怎么知道呢？知道，现在媒体太厉害了。哦，一宣扬都知道了。 网络电视对，马上就上信电视对，马上就知道了，啊，那太新鲜了。你像我是我们在汤池做了那个小镇，你看都不觉也轰动世界了。在联合国，在联合国一做报告，你看8个小时报告，3天的展览。你说，172个国家，这些代表世界，都想去看看。 192个国家，对，世界都想去看，都想去看看，啊，比当挺新鲜的嘛，大家天天在想，比当年这个周王朝的这个诸侯可多了啊，对，全世界啊，对呀，是啊，啊，这个规律不变的，5000年之后还对，不错，还是这样的，啊，商做到了，周做到了，啊，让天下人都向往。 这就是人性本善，都喜欢和谐。他看到了，都喜欢和谐。对呀，他看到了。其实您知道，很多人生活在大都市，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。他这个醉生梦死之后，他并不快乐，他很痛苦。对，他就是无路可走，不知道该怎么活，没人告诉他这个标准。不错，邻居住一辈子不知道他姓什么。 过的不是人的，见面不打招呼的。还有的人呢，年轻人跟我们讲过，我下辈子就想当宠物啊！人活着太痛苦了。我们家那条狗很好，我们听了之后，人类这是进步啊，还是堕落呀？这个高材生怎么是这样的？现在自杀的还很多。他说的有道理。你说宠物，一家人都爱它，现在没有一个人是有恶心对它。 你一家人的时候，每个人一样，心不一样。你死我活的。对，不错。哎，可是对宠物多好。那宠物说：“前生修的福报，他来享福的，这些人都欠他的。”刚才我们谈到啊，对这些恶人的态度，对，用恕的态度，原谅，一定要用恕。那么，永远原谅吗？那以后？对，以后是你教了。 你现在因为为什么原谅他？他没有学啊，就是佛在《无量寿经》讲的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。教完了他之后再犯，教完之后再犯就处罚他了。哎，那我应该处罚你的，没有教你，我处罚你。那个再不处罚他，就是对全哦，那当然对，不错，不义了。哎，对，不义了，是。那以后这个数教完了之后，这个数怎么体现呢？那个就是教完以后啊，对，教完以后就是。 尽量减轻他的刑罚，啊，这就是仁慈，啊，在法律这个条文之下，我尽量帮你减轻，啊，但是啊，教育是帮助你回头，你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做法，以前你不知道，我们不再追究，就既往不咎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。 他们既得利益的这犯罪集团，也有很大的势力。你要是不用这个手段，你直接用法律的话，他集合起来的时候来造反的时候，又制造社会动乱。对抗，两败俱伤。对他他不会服气的，啊！所以现在是只有用儒家这个忠恕，啊，来对忠恕，我诚心诚意对待你。 啊，我真诚的爱你，原谅你的一切。犯什么样的罪过，不再追究了。好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学，一起来学老祖宗的教诲。啊，学了之后他会变样子。啊，他有人性的，所以我们相信啊，人性本善，相信佛所说的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不是魔，包括那些恐怖分子。对，包括恐怖分子，啊，他会忏悔，他会改过。古代所讲的大赦天下呀，没错。您老所讲这个仁政啊，对，不错，放宽对刑法，对，嗯，古代你像这个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，这皇帝也大赦天下。 啊，做好事修德了，希望上天，那灾难减少一点。哎，古人讲有效啊，儒家教给我们讲，这个与天地和其德，对，天地好生仁爱，不错。哦，我这个省长也好，市长也好，皇上也好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他都赶紧仁慈，对，赶紧跟天地吻合，不错，减少灾难，与日月和其明，那。 那种胸怀，与日月和其明，这个明是智慧，明是智慧，在今天依然适用啊，依然适用。世界用智慧处理问题，没有副作用，没有过失。那么知识不行啊，知识有后遗症，后遗症有后遗症。 那么这么一个特区啊，它的经济速度怎么办？现在世界各国不，我告诉你，快速增长啊，它得保持。对，它的经济速度也快速增长。我们汤池不就失业了吗？多少人都想到这里来居住，都想到这个里头让他的儿女有良好的教育，来投资，对呀，生活，对，他都来了。所以当时我就告诉汤池居民。 你们家的房子，每个人家的房子啊，收拾个1、2间是啊，什么？有人来的时候住的时候住到你们家里，你可以收一点这个房租，房租，哎，他们一定在你家吃饭，你可以包他伙食啊，他们就喜欢过当地农民这个平民的生活，旅游业啊，所以他通通都有收入，那家家都有收入啊，啊，去告诉当地。 发展什么？不要发展工商业，啊，发展是旅游，啊，不要发展。对，小旅游，因为什么？这个接待的人太多了，都是到你这学的人。他来的时候不是像一般观光旅游住几天，他总要我能住半个月，住1个月，住3个月，啊，住半年，我到这里来学东西。对，哎，他是这样来的，啊，所以文化带来的经济啊。 这还是良性的，没有恶性，没有副作用啊，没有副作用。这个跟这个当地的时候啊，这个土地增值了，是啊，房地产好像涨了2、3倍啊。那现在有个大问题啊，啊，这个房地产现在价格太高，对，大家住不起房子，上不起学，看不起病，这个问题在这样的特区，嗯，不，这个特区的时候，特区有办法解决。 哦，哎，特区人他爱人，他不是以利为重，商人也爱人，对，哎，啊，他能帮助人，而且用制度来约束和保护，对，不错，哎，他人只要学了这些东西之后，他天性的那个爱心就出来了，啊，你没有钱想学，我也照顾你，就让他抬高价钱去多挣钱，他都不干，啊，对，不干。 不存在这些，不存在这些，不存在这些。上得起学，看得起病，啊，对，不错。哎，真正穷苦的用过去，大家都愿意帮助你，一家人，对，一家人。啊，和谐，你看到和谐，人跟人，你看满面笑容，嗯，每个人都有礼貌，恭恭敬敬，90度鞠躬礼，别的地方看不到啊。这个大同社会呀，就是他的领导人。 没有私心，没私心。小康社会呢？小康社会也没有私心，但是不像大同那个时候。明白了。那个他那个私心的时候，那是完全没有。哦、这个大概是啊，还有一些，嗯啊，不妨碍了，啊，还有3%、5%吧，啊，不像现在一般人那个私心到95%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 那就太大了，大同社会里边呢，人呢，都恢复那个情境，对，啊，就像这位水一样，受了这个教育，私心都少了，不错。同啊，就是没有私，对，不错。大同就是大家都减少私欲，不错。那经济还能发展起来？能发展，庐江就是很好的例子，肯定能发展。你是一个扩大范围的话，你是全世界，跟你说叫同气相求啊，大家都喜欢过这样的生活的话，他都来了。那以后这个工商业，您老有什么指点呢？工商业不追求这些设置，只是追求实用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只要实用，不要华丽，不要设置，不要更高更快。对，不需要那个，我们已经非常快乐了。对，看那个东西我们就看讨厌了，影响你不会接触，不会接触它的，更不能影响对，不错。还有问题，在这样的一个大同世界里，老百姓和媒体要不要监督政府？这现在世界通用的啊，不需要监督政府，政府也自然变好了。你何必监他？因为他也在学习。同学对，不错。啊，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了，因为他学会了，他懂得了。他也会感觉到很自豪。你看，你们哪个都是没有我这个地区相好啊！这个我们地方官出去，谁不尊重他了？谁不尊敬他了？啊，还不就像从前汤王、周文王一样，走到哪个地方去，得到人民的欢迎，得到人民的拥护，没有人不喜欢。对，没有人不喜欢。而且最重要，如果在民主国家的时候，你要是竞选总统的话，不必说话了，不必说发表什么政见，政绩在那边你都看到了，谁不投你的票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边，宗教是什么样子的？宗教是教学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不错，伊斯兰教、佛教，不错，教育、宗教大学，对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啊，宗教教育。恢复它本来面目，没错，正本清源，没错。那有人就要担心了啊！一直100多年都有这个担心，世界各国都去听高僧大德的了，人民都听长老的话，都听主教的话，不听我们政府的。哦不，政府一样也听一样话，也学了。宗教领袖的时候尊重国家领导人啊，宗教领袖不会反对。国家领导人，佛门里头，国家领导人做再错的事情，佛弟子不能批评。为什么不能批评？你的批评会影响群众，对领导人丧失信心，这个不可以做的。不能攻击啊！不可以！游行啊！不可以！示威绝对不可以！啊，所以佛家这个菩萨戒律上他就规定，不做国贼。只是伤害，绝不伤害国家，不伤害社会。第二个是不谤国主，国家领导人决定不能回谤，他做错事情自然有法律去制裁他。啊，你不是一个执法的，这个事情与你无关，你不可以说话。不犯国制啊，对，不犯国制，不犯国家法律。所有的宗教界人士不漏国税。这四众戒，这个在世界各地很多官员都做不到啊！对，是啊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这4条戒常常讲解，常常提到，我们的印象就深刻。那么还有人担心，那这功劳不都被宗教界人士捞走了吗？我们政府就没有？不，这个宗教徒里头绝对没有居功的这个念头。功劳是谁啊？功劳是祖宗的，祖宗的遗法，我们来遵守，来推动。我们庐江的成就，我们老师，我们自己，没有一个人敢居功。啊，祖宗之德，三宝为神，这我们心是平的。恕而不作，对，不错，信而后古人的，对，是啊。那么这些官员，可以是基督徒，对，可以是佛教徒，对，啊，可以是伊斯兰教徒，都可以，不错，都可以。啊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。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，就不能够存在这个社会。像您老所讲，那个官员进党校啊，对，先要接受人性的教育，啊，没错，恢复人性才可以。恢复人性，对，他跟宗教就通了，对。所以在中国，自古以来几千年来，我们所受的教育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这三个根是做人的基础。你得像个人，你不受这个教育就不像人了，人都不像了，对不？还要做官那就不行了。哎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，现在全世界叫地球村的联网，没错，网络呀，没错，这个特区，对，这个大同世界它有网络呀，对，这一打开一看，全世界的污染全来了，没错，怎么办呢？不是污染来的啊，污染不是污染来，而是啊。我们去影响他们。那您老说他一上网，那个污染物很多呀。我们这边的人不会看那些东西，你送过来，我们可以不接受。我不打开你的网站。那政府应该保护了。嗯，政府人民自动的都不会打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性里面的美。人性里面的善，这个味道尝到了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是味哪有乏味浓啊？”自觉的。哎呀，这个真快乐！看到了什么？那在遭罪呀！没有市场，自觉的自然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些东西说表演那些东西，那种是麻醉呀，那是服毒啊。那里头哪有快乐？它是刺激，刺激完了之后，病就发了，啊，再刺激一次，越来越严重，啊，病越来越深，到最后死路一条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这个访谈，世界各地很多人士都在观看，其中也包括台湾同胞。那么大家关心一个问题，两岸的问题，啊，很多的台湾的同胞啊。看到传统文化都说好，我们的语言，我们的一切同根同族，对对。到什么时候能统一？文化在复兴起来就统一了，啊，就统一了。恢复那个同根，没错没错，哎，恢复。如果是把这个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。普及到全国，就统一了，自然就统一了。同一个祖宗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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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两岸对于治国这套方法，都参考唐太宗的群书治要。哎，群书治要。所以我这次就是印了1万套，啊，我5000套送给从政的这些。大德们，啊，或者共产党送3000套，国民党送1000套，民进党送1套，和平统一，同根兄弟啊，同胞哎。另外一部分的时候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，大概每一个国家至少可以分20套。《弟子规》讲，同是人，对，皆须爱，对。还有问题，香港。新加坡很多官员会问：“这么好啊！”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对官员是这样的，叫高薪养廉。当官的给的钱很多呀。对，哎，制止这个贪污腐败。对，像这个大同世界，这个特区试验点，怎么做？不需要用那个，我们是用道德来养廉，用人性来养廉。啊，我们这个地区所过的生活都是很平常的，没有豪华，没有奢侈，啊，这才是真正养廉。啊，廉是信德，是自信里的本有的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清官呢，比如说海瑞，对，临死的时候连口棺材都没有。对，很多官员呢。对，这个我们看这个《廉吏传》太多了。对，没有高薪。对，哎，也出现了，历朝历代都有。方法就是您老所说的。对，用德性教育。不错不错，始终让他保持。他不要啊！你说我这个老校长，那是我一生当中看到的，可能古人也比不上他。周邦道先生，江西人，抗战胜利之后，他是江西教育厅厅长，啊，以后在台湾，他也是国大代表，几个大学的教授，啊，我念中学的时候，他是我们中学校长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对老师，把他看作圣人，啊，爱护学生。胜过他的自己的儿女。抗战期间物资很缺乏，有很多救济物资到学校来，先分同学，同学分还剩下来，他儿子可以拿到。哎，剩不到的儿子没分。啊，什么事情都是同学学生在心里头，没有把自己家庭，没有把自己儿女放在心上，就是各行各业，医生也好，警察也好，法官也好，官员也好，通通都可以恢复圣人君子。对，你看他在台湾最后的时候，人家邀请他去从政，他做这个考试院的政务次长。对，啊，这地位很高了。国家给他家里装了电话。不是公事，不用这个电话；私事到门口、巷口就打公共电话，那家就不用。不是公事，那个汽车不可以用，那国家的有，人民的税收，啊，私事去坐巴士，还有这样的官员，啊，一点一滴他都想到，我不应该用。自觉的，对，自觉的，我用廉政。那没有人就叫他那么做的，所以他的儿女就很生气。你看家里明明这么方便，为什么要跑到巷口？因为他懂得因果啊，对，是啊，他明白了，对啊。那么还有的观众啊，向您老请教，尤其是在国外的观众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这儿，经史子集都在这儿，那么多专家学者、大学，对啊，对，哎，都在研究。为什么这么多年，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对社会上的影响？什么原因？不，在中国这么多年战乱，啊，这是环境动乱了。读书人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。现在都是商人了。对，不错。啊，那就影响啊，对，是，这大环境影响太大。在这个采访的最后啊。确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发现呢，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向您老请教。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带大家向您老请益。有些人呢，他孝顺父母，孝顺长辈，啊，父母长辈身体不好，或者年事高了，对，他要舍寿啊，想把自己的寿命舍出去，这是一个孝心，能不能有效果？没有效果。如果这个效果要是真成立的话，那我们有个好人，我们大家舍寿，他不就变成无量寿了吗？做不到，人没有办法破坏因果，佛也没办法。那么您老说到佛，佛经上有这样一个事情啊，对，就是说，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，那是人类的瑰宝，啊，他老人家到了晚年，魔王波旬，啊，我们听说呀，对，他嫉妒佛，啊，他说你快入灭吧，你不要在人间了。阿难尊者据说当时糊涂了，被魔障障住了，啊，他就忘了请佛住世。对，那么现在啊，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学佛人，啊，他们很清醒啊。很觉悟，听了您老的教导啊，那么大家呢都有个心愿，啊，希望啊，大德高僧，一切的这些大善人，能够长住时间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好人能够影响100人、1000人、上万人。对，那要是有一个大德，人类的瑰宝注释，人类的福祉啊，请佛注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意义是自己发心。 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让正法世世代代相传下去。啊，这是真正的续佛慧命。啊，所以今天，确实是个动乱的社会。啊，对于修学 环境来说呢，是很不利的。但是真正想学的人，我们把修学的方法、修学的心态，常常在讲经里头给大家做报告。啊，真想学佛，首先是德行。啊，德行里面第一个 要舍己为人，我们还有一点点私心，就不是不能做佛的弟子。大乘佛法的入门，先要断88品见火，啊，这是入门的条件。88品见火，佛把它归纳为5大类，叫5种见火。 头一个是身戒，啊，也就是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五欲六尘，啊，自己能够像佛一样，过着最简单、最清苦的生活。这生活人家看起来苦，实际上是快乐无比。啊，我过了60年了。 我尝到味道了，啊，无比的幸福，无比的快乐，啊，有这个条件，然后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啊，遵守佛教学的原则，就是戒定慧，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定是什么？定是清净心。 啊，当你的心地清净了，烦恼、忧虑、牵挂，全部通通都放下了。起心动念，它不生烦恼，它生智慧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你的一部经学会了，你再去看其他的经典，你都能贯通。 那不学都会，为什么？千经万论，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离自信。啊，佛这个道啊，是跟自信这个方向是一致的。你一天比一天接近，换一句话说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。对于整个宇宙性相离世因果，你就一天比一天明白。 这个里头快乐啊！啊，你也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啊，如何在这个世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利益一切大众啊！学佛，佛一生没有一丝毫名利心。 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一切名分不要，不需要；啊，一切的地位也不需要。佛是平民身份，菩萨也是平民身份。佛弟子真正学佛，就是佛是我们的最好榜样，我们要学，要像他。啊，也不能有任何名分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。跟这些国王大臣朋友身份往来，你说多自在！啊，没有名义的这种顾问，啊，现在叫顾问，啊，帮助这些有政者，啊，就是他在政治上是个领导人，啊，旁边协助他，啊，全心全力来教学，把圣贤教育教好，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 社会其他所有问题迎刃而解，啊，做一个好榜样，啊，做一个好的典型，啊，这是我们没遇到佛法之前不知道，遇到之后才晓得，啊，全心全力去做，啊，前途无限的光明。 这是我们在这最后这一集啊，我告诉了诸位同学的啊，我们这样才能够报佛恩、报老师恩、报父母恩、报一切众生恩啊，肯定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，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啊，传统。 教育，古代的这些老祖先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个总的指导原则必须常常记住。啊，我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？一体的关系。 啊，这就是五伦里头的父子有情啊，一体关系，跟整个宇宙一体关系啊，永远不丧失这个目标，不丧失这个方向啊，这就是成佛之道啊。有缘看到光碟，看到这个画面的啊，我们通通都是有很深缘分的人。 谢谢大家啊！谢谢老法师。